我们感谢蘆洲祐玄宮长官参与文山慈聖壇佑民20年载绕境祈福活动。来，我们请蘆洲祐玄宮派代表前来与主任委员合影。感谢蘆洲祐玄宮参与文山慈聖壇佑民20年载绕境祈福活动。
再次感谢蘆洲祐玄宮参与文山慈聖壇佑民20年的遶境祈福活动。